会希望画出一道想象。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，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。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，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来处。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，See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your high shoes。从前那个少年。 谢谢几位少年的青春的诠释。接下来，现场的观众，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，我们要把片场交到陈凯歌导演手中。凯歌导演，有请。有请我们的凯歌导演。演员请就位，预备，开始。 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凯歌导演，谢谢导演带来的终极作品，谢谢导演。此刻我们也想听一下尔冬升导演，您刚刚跟凯歌导演说什么？秘密，不告诉你。您觉得几位演员在影片中的表现怎么样？我现在先说啊，他们在上台是吧？您先说。我看不见他们了，在哪儿呢？在您的右侧。来，我们把掌声送给优秀的演员们。 哎，尤为啊，尔导，哎，你坐。那个，我们录影的时候，最早那个是8月20还是21号是吧？我当时不是严厉的批评你吗？你到现在还恨我吗？两位年轻人呢，尤为你真是这个戏跟任明也是，你们真的要谢谢凯歌导演，就从上一个。 过关是吧？过关开始，你们又比之前又好了啊！谢谢。所以呢，又为哎，你们请坐吧，真的请坐，别客气，请坐。我跟你们一样年轻来，你们要站我也站了啊。又为是因为经验没有什么经验的，所以他反而呢这个。 被人看到他那个进步的幅度比较大啊，但是也是要一个适合的角色啊，所以从那个过关到现在，就是凯歌导演帮他设计了完全适合他的角色。嗯，就之前的古装戏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点担不起的感觉啊。任明也是，任明这个戏呢，导演也设计了很多文戏。 让你那个情绪的变化是比较多啊，而且我说过你那个声线比较像小孩一样的，我觉得这次也有一点变化。当然，我们如果拍戏的时候或者电视剧的时候是可以配音的，但你要记得啊，如果要配音的话也要自己配，因为如果不是原声的话是拿不到提名的啊。所以两位新人真的恭喜你们，你们表演真的是。 是非常好啊。至于胡杏儿，我哥哥都不知道，我原来不认识他的，啊，我们是这次来了才认识的，之前完全不认识，对，没见都没见过。嗯，怎么说呢？他这次来这个节目里面几个片子，其实完全呈现他的能力，你知道吧？ 这个戏里面，我都看到他跟之前的完全性格、人的背景不一样了。因为这种，我相信一定导演跟他很深入的研讨过，然后所以他所有的内心啊，很细微的东西都呈现在脸上啊。所以我没有办法评他，因为他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反而是我会很担心，就是如果我将来跟你合作，我的压力就很大，因为我如果没有把你拍好，就是我的剧本跟我的导演功力有问题了。哎呀，导演你不要这么客气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对三位的演员，我真的要强调，三位演员一定要谢谢凯歌导演。我也很谢谢你们的那么精彩的演出，谢谢你们。东升导演，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哦，您在节目的播出之后，有受到很多其他节目的邀请吗？请你去做嘉宾、主持人，希望你去他们的节目。为什么你问我问那么突然？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感觉。 很喜欢这个舞台，和你刚来的那种陌生感、紧张感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有人请我去当主持，所以呢，我也正在想，是不是要找个时间来向你请教一下，看有什么做主持人的心得，你知道吗？向我请教一下？当然啦，你确实是做主持人，比你演戏演得好哦。刚刚也看到了一条弹幕说，张大大终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、演艺道路上找到了最适合他的角色——主持人。也谢谢赵薇导演给我机会在《小时代》剧目当中演了一把主持人，谢谢我东升导演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凯歌导演的用心，把三位演员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成长，最后的首映作品当中淋漓尽致的呈现。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郭敬明导演。 看的过程里面还是挺感动的，因为三位演员就是每个人都很在状态。然后小敏前两次的表演我稍微没有那么喜欢，但是这一次的表演我挺喜欢的，因为她眼睛里面有很多的真诚，而且她很多的地方处理的挺打动人的。然后杏儿姐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然后她的情绪，她很多的地方。 就是还是可以抓住观众的那种感受，然后有为进步也挺明显的，而且确实是就像导演们说的一样，就是非常适合他的角色，然后他都能演得特别好，所以还是很恭喜这个作品。谢谢郭敬明导演。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陈凯歌导演以及他们。